大家好 ，ST 我咁今次就系介绍港铁喺转智能车票之前嘅特惠单程票，头等嘅特惠单程票啦，有款粉红色，系啦，咁就唔同平时嘅嗰啲单程票系就咁港铁出入口啦，咁因为呢个头等系斋东铁有嘅啫，咁所以就整下。東鐵的新車啦，即係最新的千九係啦，但係咧唔知點解千九係行即係點啊？呢個東佢呢個係俾東鐵噶嘛，但係有西鐵的嗰啲隔音屏或者車站咯，係西鐵站多數咁樣噶嘛，係嘛？馬鐵都好似係係嘛？喺印象西鐵同馬鐵啲架空站都係呢類設計，但係東鐵係冇呢種站咯。但係唔知點解佢整咗喺度啦。啱啊，小童同長者條款同條件就係合資格人士使用啦，發票當日有效啦，按所選車費包埋頭等額外費用嘅車程啦。机场快线除外，咁啊单次使用嘅啫，咁啊只有东铁设头等，咁基本上系同成人嗰张一样啦，只系冇咁只限合资格人士使用，系啦，跟住都冇分别噶啦，嗯哼，黄色嗰张靓啲。咁啊，个头等嗰阵有个一字喺度，诶，依家新嗰个设计好啲，系将个一字拼埋喺佢个名嗰度，拼埋喺头等嗰只字度，系啦。咁似呢个列车个 model， 呢个 3D model 咁样，用咗唔少次其实，系咯，好似都见过唔少次咁。唔知啦，咁好啦，今次张飞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